水治奶茶啱啱啊，仲有冇嘢要？冇。咩事？冇。出边大房太嘈啊！我想搵个房静静啲做嘢啫嘛，你唔使理我做嘢。哦，阿 Miss Sir， 其实我想去洗手间啊，你可唔可以帮我睇一阵？Thank you。我呢间房唔光嘅，继续食嘢啊，唔使理我嘅。 睇你个样都好攰噶啦！我哋警方巡嚟扣留你48小时嘅啫，如果你冇做过，唔使惊噶，食啊！死者陈慧薇，22岁，佢年青貌美，人品好，人缘又好。 喺內地有唔少追求者，佢應該有個男朋友嘅。佢去深圳打工，但係喺深圳揾嘅錢根本就唔夠寄翻鄉下養屋企人。最後佢出賣咗自己嚟到香港嫁俾茅叔，暫時同佢男朋友分開。我相信佢同男朋友係相親相愛。佢男朋友睇住自己最心愛嘅女人。 同一个又老又猥琐嘅叔住埋一齐，个心梗系好妒忌、好难过。不过佢哋应该有个计划，就系喺茅叔身上揾够阿薇需要嘅钱，阿薇就会离开茅叔，翻翻去佢男朋友身边。不过茅叔原来真心爱阿薇，佢好锡阿薇，佢当阿薇如珠如宝咁。阿薇本身就系一个有良心嘅人。 佢同茅叔相处咗大半年，阿薇终于感动咗。佢同茅叔冇爱情，不过有感情，有恩情。佢唔忍心伤害茅叔，佢唔想呃咗茅叔啲钱之后就一走了之。最后，佢决定留喺茅叔身边，仲出去打工揾钱，谂住帮茅叔生仔，一齐开开心心咁样生活落去。 阿Sir，可唔可以安排我第二间房坐啊？佢男朋友知道咗之后，完全接受唔到呢个事实。佢唔相信自己嘅女朋友会离开佢，同一个老爷一齐生活。于是乎，佢攞个伤情证，落咗嚟香港，走去搵阿薇。阿薇怕茅叔知道佢同男朋友之间嘅关系，于是佢阿茅叔话呢个男朋友系佢表哥。呢个男朋友嚟到搵阿薇，一定要阿薇跟佢翻去。 阿薇唔肯背叛茅叔，男朋友忍耐力去到极限，佢好难过，好妒忌，仲要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，随手就掹起一把刀向阿薇身上插落去。阿薇个身僵硬晒，好痛。男朋友就抱住佢，好后悔。阿薇仲忍住同讲：系我辜负咗你，你走啦，你仲后生。 你有大把时间，我已经嫁咗人噶啦，我唔系以前嗰个我，你一定揾到一个比我更加好嘅女人。佢男朋友好心痛，好难过。喺呢个时候，真系做咩都补救唔到。佢唯有抹干净阿薇身上边嘅血，帮阿薇换过套佢最中意嘅衫，放咗入灶底入边，就好似瞓着咗觉咁。 希望阿薇瞓醒就会起身。我唔想杀佢噶，呢个死老嘢害死佢，死老嘢抢走阿薇，阿薇本来系我噶，系佢要拆散我哋，系佢害死阿薇，死老嘢抵死，佢抵死。 唉，仲未唉声叹气啊！冇，但系微惨啫，唔想辜负个老公，又辜负咗另外一个男人，最终啊搞到自己条命仔都冇埋，三个都变成受害人。感情呢家嘢咧，有时真系唔知边个啱边个错。咁感慨嘅，谂翻你阿 Louis 啊！
呢啲咸丰年前嘅嘢有冇好谂啊？啱啊，唔开心嘅嘢冇谓记住。都十几年咯，有冇好介怀啊？我唔同你啊，你有个好老婆，有个女，不知几幸福啊！你又系咩啊？我知我老婆好，但我成日觉得我翻出嚟之后，我同佢之间中间好似有埲墙咁，始终有隔膜。俾啲时间大家啦，话晒都冇十几年一齐生活，迟啲会惯噶啦。我都系咁谂。老公啊，你快啲啦，我等紧你噶。好啦，拜拜。前台，唔好意思，我哋爆周刊嘅，想咗你少少时间访问你几句。你都几好嘢噶噃，我行特别通道你都揾到我嘅。今次想知啲乜嘢啊？嗱，我啱咧喺 Paris 翻嚟，去完个 Fashion Week。唔系啊，前台。其实我想问你识唔识呢个人？唔识噃。前太，你睇清楚啲，佢叫米安定，阿 Matt。十五年前你仲未喺前太嗰阵，咪住喺骏岭花园嘅。佢话佢你朋友嚟过你屋企揾你，有冇咁嘅事？喂，你做咩影相？俾你影相。唔系你前太，你睇清楚张相，你谂下。我而家好 serious 咁同你讲，我唔识得呢个人嘅。你唔好立乱听人讲，原来花园咁写。老婆，咩事啊？老公，咩事啊？唔好讲咁多啦，快啲走啦！咁即系点啊，谦仔？即系又俾人老店咯。收到風咧，話你十五年前一單律師謀殺案，你作假證供喎。爆周嗰邊咧掌握咗佢一啲好有力嘅證據喎，你點查照先？後來咩時候回應下？係咯，回應。又係爆周啊！啲風佢哋吹出嚟㗎。冇錯，啲風係我吹出去嘅。咩時候你有咩回應？我咪叫你問我朋友嘅咯，你問咗未啊？問咗啦。又話你識得 Rose Chow 嘛？係咯。你話案發當日你咁啱去案發現場附近揾呢位 Rose 小姐，咁啱又撞到 Song Sir 經過，你先追上去。事實就係咁樣啊！事實就係我親口問過 Rose Chow， 佢兜口兜面神牛實指咁同我講，話佢根本唔識你，唔知你係乜水啊！佢真係話唔識我。係啊 ，Rose Chow 啊，即係前太啊，前周之倫話唔識你嘅。哇！原來講緊前太喎。手把手啊！佢識前太嘅咩？做到咁大點信啊？你玩人都應該有個限度啊！你不如話你識得美國總統夫人。喂，嗱，我諗件事咧中間梗係有啲誤會，我遲啲再揾機會同你解釋。你而家叫啲行家翻去先啦。點解？因為你俾我執到冇聲出啊！你亂噏埋咁多無謂嘢，帶我遊花園，無非都係想掩飾自己嘅罪行啫。當日你根本就係俾假口供，嚟到松Sir坐監，係咪？咁大家誤會咗啦。我信得過咩 Sir， 佢唔會屈我，絕對唔會俾假口供嚟我坐監嘅。松Sir，我可以保證，咩 Sir 講嘅全部都係事實嚟。十五年前，佢係我兄弟。十五年之後亦都一樣，你聽到啦。我單 case 係當事人，既然我咁相信 Mr， 希望大家唔好再纏住佢。呢一件事到此為止 ，OK？ 散會，散會，散啦，散啦。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